给他把药倒，没个事了，那么早这边去都搞不成。我觉得印度对我来说不是地理上的印度。那有些人去了一次他就不想去了，他觉得那边很脏乱，很不适应，水土不服。可是有些人去了一次之后，他每次都很想回去。5岁的时候，在我的家乡马来西亚，那第一次听到鼓声，鼓声的力量哈，就一直种在心里面。后来我来到了台湾念书的时候呢，然后我对鼓声一直有一种非常强大的、无以明说的一个力量在心里面。1992年，30岁不到，已经有近20年武术和击鼓经验的黄志群，应优剧场创办人刘若宇邀约，担任剧团击鼓指导。那时候已经跟刘老师讲好了，我有一个月的时间啊，那就我就去旅行，去印度旅行。那一个月之后呢，我就回来跟大家一起工作。自小生长在马来西亚，对黄志群来说，印度人并不陌生。就是马来西亚就是三大民族嘛，就马来人、华人跟印度人。我成长的经验过程当中，我有印度的邻居。可是当我第一次听到印度的事情的时候呢，我觉得跟我想象的印度、了解的印度完全不同。直到踏上印度土地，瓦拉纳西，一座全世界最古老也最神圣的城市。听说那个城市已经有4000-5000年，它一些从4000-5000年流传下一些传统等等，都还在那个地方继续。日落时分，深沉的锣号声吹响了恒河上空，台阶上人潮慢慢聚集，河面上小船逐渐靠岸，大家耐心地屏息等候流传千年的恒河夜祭。Varanasi for sunrise, Ganga cremation, Vaninga ceremony, ceremony puja, golden time, very cheap. How cheap? Yampai rupee. 10 PM, yampai, moai chungwa. How many languages you can speak? Little bit every many language. Like what? I say kere cartolina le bello, belli cartolina, tutti cento. It's Italy. Kere postales, esa 100 rupee, todas más baratos, spend.要不说出来，有个吉祥嘛，你才有。
Korea. The convince him bien my chang, hen bien, he buy rupee some poor. 即使只是简单的明信片，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小贩显然有备而来。年轻祭司开始了诵经祭祷，现场也跟着同声吟唱。这场神秘而古老的夜祭，是数千年来对恒河母亲的祈祷，也是人神之间的沟通仪式。恒河，印度人一生当中至少要朝圣一次，只有静沐在恒河里，才能消除此生罪孽，洁净灵魂。清晨，印度教徒在河里沐浴祈祷，乘小船游河的观光客更好奇的是另一边岸上的袅袅炊烟。这里是除了主祭坛外，瓦拉纳西最著名的露天火葬场。火化大体的工作24小时不曾断过。这个焚尸的过程当中，哇，非常令人触目惊心，血淋淋的。那么多人，可能没有人会哭。2个小时之后呢，整个尸体不见了。当烧到什么的都没有之后，只剩下一个黑胎。然后那个祭司呢，就把那个黑炭一戳，就丢到河里面去。我就问了自己一个问题：生命的终极意义到底是什么？死亡在印度教圣典《博伽梵歌》里被比喻为抛弃旧衣，换上新衣，葬在这条母亲之河，走完人生尽头，是所有印度教徒的夙愿。Body come from all over India, Delhi, Bombay, Calcutta, Madras, India, everywhere. Sometimes body come from Europe by plane. The dead person before die, they tell his family that you bring my body on burning ghat, Kashi. This is called Kashi. Kashi is like Varanasi.不管有多远，交通多困难，印度人相信将亲人遗体运送到恒河边，将骨灰抛洒在恒河，可让死者免受轮回之苦，得到解脱，进入天堂。When people carry the body, first they wash on the river, because it's the last journey to take a bath on the river.After bath, family, they buy wood, they buy sandal powder, they buy butter, all materials, and then they start the burning. From beginning to end, takes 3 hours. One body costs to burn here, 2,000 to 65,000, depend on family. They buy a lot of butter, they buy a lot of ghee, so those kinds.蜿蜒巷弄里，家属吟诵着梵文，安静地陪着亲人，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在火葬场，依其各自能力，决定火化用品的等级。有钱一点的，使用檀香木柴堆；经济条件不好的，就只能在遗体上撒些檀香粉。而无论等级高低，富人还是穷人，骨灰最终都一起撒进恒河里。当我看到焚尸的时候呢，有些人富，有些人贵，有些人贱，对，而有些人生来呢就是有钱嘛，富有；有些人生来就是穷苦一生，那整个的生命的过程都不平等。可是只有一件事情是平等的，就是死亡。初踏上印度土地的旅行者，对生命有了更多疑问。小旅馆里，身为背包客，黄志群和一名长者偶然间开启了对话。然后我们在谈什么？谈印度的种种奇怪的现象。这个长者呢就问了我一句话，他说：“你曾经打坐过吗？”我说：“打坐完之后，人的身体是非常暖和的、舒服的。看出去的世界都宁静。”他就拿起了桌上的一碗糖，他说：“你说的打坐，只在外围在打转，只在这个糖壳子外面在打转，里面的糖没有吃到。”哇！突然间，我好像被棒喝的感觉。然后他说他要去菩提迦叶，他说你跟我去，我教你打坐。然后他就在树下就开始叫我们打坐。开门见山第一句话，他就说：“其实打坐呢，就是24小时活在当下。”从原本说好的一个月，半年后，瘦了快10公斤的黄志群从印度回来了。当我从印度回来的时候啊，我就跟刘老师说，我带来了静坐回来。因为打坐是一个减法，它是一个减字又减，是一个了解自己的过程。我也把打拳也放进了这个日常训练当中，对，所以就变成打拳、打鼓跟打坐是三个东西结合起来的一个剧场的元素。5、1、2、3、4。先学静坐，再习脊骨，彻底改变了剧团体质。木栅老泉山上，团员们在这里生活、训练和创作，道义合一之路，奠定了悠人神鼓的表演风格。而印度也成了黄志群往后养分汲取的来源。我觉得印度对我来说不是地理上的印度，它是精神上的印度。这样的情感生活来自于那个师父的教导。1992年，黄志群来到了菩提迦叶。2600年前，佛陀悟道成佛之地，今日全世界佛教徒的圣地。不管白天、夜里，各路朝圣者、僧侣、游客川流不息，涌入这座园区。高约52公尺、呈金字形佛塔的摩诃菩提寺，是园区内唯一寺庙建筑。寺庙的后方就是佛陀悟道的菩提树所在。就每天早上起床，我第一件事就是走到菩提，就是那个大觉寺的，我就在那边找一个树下就打坐。那晚上的时候也是如此，在大觉寺就是瞻仰佛陀的精神，看着菩提树。
寺庙前，菩提树下，金刚座旁，来自不同国家、不同修行法门的信众，各据一角，寻找各自心灵的答案。I'm from Tibet, and I'm 30 years old. I came to India in 2004. I usually live in South India, in monastery. I came here, one month ago. I came to here, Dogi, Bodhgaya. So I came to here for first time. 到这里大概第两次，到这里这次是一个月，就一个月前过来的。就每天早上就大礼拜五点开门进来就做一些功课，然后就大礼拜，大概就早餐之前就拜个1400左右，然后就吃早饭，早饭以后就要念经什么的，然后就是下午开始大礼拜，也是1000左右，就大概一天就拜2500-2600左右。30岁的邓金阳青和其他藏人一样，一个多月来，除了三餐，其他时间就在这块板子上修行。对黄志群来说，每一次打坐都是一个自我不断辩证的过程。我每次到了那个树下去打坐的时候呢，就有疑问升起：为什么活在当下？到底有没有天堂，有没有地狱？好像同时心里面有好几个人的感觉，就是你提了一个问题，那另外一个人呢去解答它，辩解的一个过程，本来像一个洋葱一样，对，每问一次，好像就扒掉一层皮。到后来这个问题呢，非常的越来越小，这个问题就突然间，啪，就消失了，原来是如此，了解了。然后就觉得头上有一块石头掉下来，掉到脚底。在来印度之前，我看了很多有关印度啦、佛教啦、禅宗的书啦，可以在书本里面看到的活在当下，跟透过一个师父直接告诉你这个就是打坐的奥秘的时候，哇，那个感触是非常的不同。他说整个宇宙当中最真实的片刻只有当下。原本的一场旅行，因为一场缘分，黄志群从印度圣城瓦拉纳西来到圣地菩提迦耶，一待4个月。旅行对他来说已经化为养分，也是修行。回看我这7-8年在六人神鼓的整个的训练、排练跟演出的过程当中，我发现那个时候好像不清楚，好像为什么要做这个，对，等等，就是不清楚的。可当我在印度的时候回看的时候，我发现非常清楚。像听海之心，那像金刚心跟时间之外，都是受到非常大的印度的冲击。其实鼓声在震撼之余，它另外还有个力量，就是安定的力量。这个力量是饱满的，以至于他在舞台上，站在舞台上的时候，他有一种立于天地之间的那种存在的感觉。老泉山上，钟声、鼓声，一声声仿佛穿透了生命，急促的
既不是钟声，也不是鼓声，而是更深沉的宁静力量。旅行到最后一站，我又回到了瓦拉纳西，我就花了三天的时间，然后就去看焚尸。不远的地方，就在巷里面，就传出了婚礼的。很奇怪的，那个婚礼欢乐的音乐跟那个死亡的那种哀泣，很奇怪，不冲突，完全不冲突，很奇怪。生与死，悲与喜，全在一条河上，引发人们对生命的省思，也带来了对生命意义的探寻。如果不是透过旅行，就不会有这样的经验。如果没有进一步修行，人生的答案或许还遍寻不着。我觉得旅行就是修行。一个人一生当中要去一次印度，因为那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地方。他这个养分来自于，就是说他对生命的刺激，对生命的反省，对生命的重新的价值观的重新看待。二十年来，黄志群多次进出印度，印度的深沉内涵滋养了他的内在，也让悠人神鼓的作品在每一次新的创作里挑战更多的可能性。